这个人速度方块移动的没有说很快，他可能比我标准吧，我不知道，但没有比我快。位移的方式有差。又排错，我本来想排 TKI 的，排那个 IO setting， 就是反正是那个 I 平放，然后做一个 TSD 的。其实我刚刚怎么讲，没有必要等他那个连击，看不出来他的连击会多少，就有点多等。2万分，他2万。我赢他哎，他好像在改变打法，他之前都是用那个 DT 炮 DT cannon， 他现在开局都想要改，然后这个是失败了。他也是用 DT 炮。而且我又 miss drop 了，没有用到 PC， 刚可以全消的。啊，这没排好，刚刚应该是用那个吹方块做底的，做那个踢转底。刚好等到他攻击结束，挡不到我的攻击。
这个很奇怪啊，每次用机器人的那个角色，结果选的是那个，哎，也是机器人。他之前都是选撒旦。他也会架桥的，哎，他比我快。啊，这样放不对。刚刚可以做 T 转跟那个全那个长条 Tetris。Perfect，差多少？24000哦。哎，什么嘛？